现在下午3:05了，有点太晚了，然后现在去球场。出门15分钟吧，就停好车，走进来。哎，在有一个人在这里拍啊，站在那里，站在那里。现在球场里，我已经等多久？现在4:15，大概半钟。然后工人站在这边，工人站在那边，一直跑，一直。我刚才来数一下，这边大概有20只跑，所以早上应该更多。今天已经12次了。今天12次。
鸟在里面。然后公鸟那边大概叫了几声。要飞了，飞了。飞飞了。
不会出去。公鸟冲过来以后飞出去啊，从底下飞出去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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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公鸟在巢穴上方。